那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光荣绽放栏目，去看一看今天做客的嘉宾会是谁呢？民间传说，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的夜晚，就是天上织女与牛郎在鹊桥相会之时。今天在光荣绽放的舞台上，刘和刚、湛阳夫妇和杨柳哈辉夫妇与主持人一起共度七夕浪漫之夜，为我们讲述属于他们的浪漫故事。自己买一只乌鸡，自己在家里夏天好热的时候给我来剁乌鸡，给我炖汤。他不会去带我去很高的楼去吃西餐，但是他呢会带我去海边去吃农家乐，更是过日子的那种浪漫吧。